此处是智障眼会记四，胡幻子这个大的胡幻子很有名的。今天是2021年11月2号，这边长满了柱状片头菇，非常的大。我们中间这个它有两个手掌这么大。再来看看别的，我们看到的这个中间最上面这个，也有快两个手掌那么大。这些都是一个手掌，超过一个手掌，这边就比较小一点点。好，我们再看，这边也有很大的。这个大概也快两个手掌那么大。我们看一下柱状片头菇的它的菌底，这是菌褶的地方。好漂亮！虽然智障眼也蛮多柱状片头菇的，只是像这么漂亮的还很少见，这么多，这么漂亮。好，我们绕一圈。好，这就是刚刚看到很大的部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颗武汉子。上面还有一点柱状片头菇。好，这个武汉子旁的那个牌楼。